就有冇人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呢啲天干或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呢啲地支都唔识嘅，就麻烦俾个一字我。冇人即系应该都学过少少噶啦吓，即系少少基本嘅天干地支啊。呢个字，譬如呢个 number X X X， 即系前面嗰啲系全部 X 啊，当你当吓，唔好理佢咩 number。前面嗰四个字系 X， 唔好理佢咩 number。中间尾第五个第六字系三七啊，后边嗰两个都唔好理佢。咁呢种情况下咧，就会容易夫妻拗撬啊，或者离婚噶啊，即系有合十啊，或者。喂，金木交战合十吓，或四六吓，就会咁嘅情况噶。所以呢啲或者一九啊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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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九，又 X X 嗱呢种情况又系咯。嗱，前面嗰四个唔好理佢，中间嗰两个有一九，打少咗一。其实我再讲过。1234有19跟住咁样吓，咁嘅情况下咧，有1937呢种情况下咧，都系代表夫妇不和或者会离婚。越用得耐越应，个电话号码越用得耐越应吓、啊，即系超过20年啊或者十几年啊嗰啲咧，一定应嘅嗰啲就。但系如果你有啲话唔系喎，用咗好短時間，咁嗰啲就可能冇咁應，可能冇咁應，但係都會應開始差㗎。通常一個電話嚟講咧，嗰一個號碼咧，咁幾耐先有效咧？通常咧，佢慢慢嚟講咧，就係、是、會大約係3個月。一般嚟講2年內咧，已經開始慢慢會應㗎啦。所以如果一個唔好嘅電話號碼咧，係絕對會影響你個人運程嘅，係比擺風水仲要快嚇。有陣時啲風水可能會比較慢，但係電話號碼佢嗰個靈動力咧係好快嘅，而同埋咧好明顯嘅。咁我初都唔信嘅，但係就發覺越嚟越係喎，即係我驗證過好多都係咁樣嚇。咁你話喂，咁改電話號碼點改啊？我呢個電話號碼用咗20年喎，點樣改啊？喂，一改我啲客冇曬嘅喎，咁點咧？咁就唔怕嘅，其实咧电话号码咧系应落边度，应落去打出打入嗰下嘅啫。你反而咧，你用 WhatsApp 嗰啲唔应嘅。WhatsApp 其实唔系跟电话号码，系跟手机嘅。你个手机储存用咗电话 WhatsApp 之后咧，你将个手机搬咗去大陆用第二张卡咧，佢都用得个 WhatsApp， 或者去嘅地方都用得 WhatsApp。所以 WhatsApp 唔系跟你嗰个电话号码嘅，只不过一个信息嘅啫，编号嚟嘅啫。所以咧，電話號碼應咩？應打出打入嗰、那個，即係你一撥號打出去，因為有電流啊，有電流就會出去，咁你就嗰、那個人就會收到你嘅信息。然後人哋打入嚟飛線，譬如我舊電話號碼12345678，咁新電話係87654321，咁你就要將舊嗰個電話飛落新個電話度，咁就接聽就係你嗰個新電話號碼，咁都會有一個靈動力出咗嚟㗎。所以唔知你電話號碼要打出打入就應 ，WhatsApp 嗰啲全部唔關事嘅，記住嚇。所以有啲人話啊，改咗電話號碼20年唔改得呢樣嘢係唔關係嘅，一樣改到。跟住啦，好啦，跟住咧就你好啊，洪師傅。係點？係講。我想問一問咧，嗰個電話號碼咧，係咪必須要係相連？譬如話2+9+5+3係連埋一齊，先至係計嗰、那個。即計計嗰個數係有影響，定係話，譬如話，如果一個字係分開，可能一個頭係九，尾係八嘅話，其實或者係一個頭係一，尾係九嘅話，咁係唔應嘅，咁唔應嘅，咁唔得嘅，即一定係相連。基本上係嗱，一間你學到第五堂嗰時咧，嗱，我呢句説話我而家答咗你先，就係基本上就唔應嘅。不過如果你有出現同樣你個命宮嘅字出咗去，咁就應啦。咁你啲遲啲會學到嘅，你而家唔好，我講你都未必會明。總之你個字啊拉住你個命宮粒數字就應啦。如果唔係唔應啊。OK， 好啦，跟住我哋講落去啦嚇。好啦，前邊個移動與固網號碼嘅分別，個手機號碼中嘅六親宮位，由末端起逆數嚇，
佢意思係由呢度開始數，呢度呢父母呢就係、是、呢兩個，即係第五第六，男主位就係、是、父母就係第三第四，男主位呢第四第五，唔係第五第六，女主位呢就係、是、呢、這個係女囉，就係、是、由即係你用緊邊個號碼，呢、這個就代表個人囉，即係 第五個字。嗱、這個字譬如如果女人用嘅呢個咪第五係你囉。如果男人用的電話號碼，這個第五就是代表你咯，咁解。佢所以是男女同女男的分別啦，呢度嚇。子女宮啦，子女宮咧就是代表後邊啦，後邊嗰兩個字啦嚇。咁佢話呢個設定是以發天象地為根源，且是經實踐驗證為其真嘅。大家都知道時間只有三種模式：過去、現在、未來。基於上述，我們可設號碼的末位係為未來。末位之前代表現在，現在之前代表過去，即是說這個是未來，這個是現在，這個是過去，這樣解。但如果數字有六個位或以上的，如這個得得得得得，這樣基於陰陽概念，一切事物都有陰陽之分，時間有，也有陰陽，過去有陰陽故佔兩位，現在陰陽又佔兩位，未來又有陰陽佔兩位，其設置變出來了。兩個就等於過去，呢兩個代表現在，呢兩個代表未來，各佔兩位嚇。佢、啊、即係意思係，通常兩位咧就會有一個效應。其實一個位置都有效應嘅，不過一個位效應係講單獨咁嗰個效應啫。兩個位就會有一個產生一個 reaction， 即係一個關係喺度咯嚇。好啦，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如果将人代进上述的公式之中，你会发现父母代表过去啦，新了我代表现在，我只是单阴或者单阳，要有配偶才能成阴阳完备。我及配偶再生出来的子女代表未来，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对应父母，我家配偶等于子女定义。至於子女宮咧，係代表係長幼，故以先後為依歸嘅，非因性別而定前後。子女中先出嘅在前，次出嘅在後，不論男女都係一樣。佢意思係子女宮最尾嗰兩個字，即係話如果大嗰個就喺呢度，細嗰就呢度，冇分男女嘅。總之大仔就呢度啦，啊細女就呢度啦，咁解啦，或者大女呢度啦。跟住家居、固網、電話，原則上與上述情況相同。不同是手機以用者為主，不論登記人是誰。家居固網以戶主為基，及顯示以戶主為中心的家庭總情況。手機號碼是轉給誰用，誰就會跟著那個相關事項。啊，咁解。咁呢度家就去翻度家居固網電話則不同，除非戶主登記人轉換了。否則不論誰用其帳依然顯示戶主及其家人的情況。他意思都是當回戶主計，總之誰登記都不關事，總之是計戶主那麼。但我想問呢，你說這間是白和白行緊白運和九運嘛，譬如一二三那些有牌都未行到的嘛，二十年才一個運的嘛，好像我看電視講。咁咧，我想問咧，係咪即係咁？其實係咪咁即係二嗰啲冇乜運行噶咯？講緊可能八號、九號會相對嚟講有，即係嚟緊呢二三廿年、四廿年都係會係一個靚嘅數。咁但係到循環之後，第日譬如即係過到幾廿年之後先一二啊三嗰啲先，二同三都好似唔係好好噶嘛嚟講。咁啊四係好啦，到四嘅時候咁咪過成六七十年，即係四字先有好咯。除非你個八字係用佢咯。譬如佢即係起用佢嗰啲就係啦，即係佢欠嗰啲爭嗰啲補嗰啲嗰類。通常咧有幾個字唔用嘅，三二五零呢四個字唔用嘅。係啊，首先有都衰噶啦，有都衰噶啦。有都衰，咁但係嗰個人譬如佢條命要補嗰啲嘢咧，係咁啊例外，但係都有啲唔好嘅嘢噶。譬如舉個例，佢要木嘅八字，咁佢有三字喺個本位度，喺佢自己嘅位度，咁三本得佢用神啊。咁佢雖然話。佢都唔會太差，但係佢點都有啲三嘅撇，即係啲唔好嘅嘢嘅。嘢會帶咗俾佢咁啊。係啊係啊係啊。哦，咁我想問啦，咁嚟緊咪八九會係好噶嘛？聽你嘅意思，因為同埋我諗呢啲即係香港人都好中意呢啲數字係咪？係啊係啊。咁我想問啦，咁譬如嗰個人本身八同九係咩火嚟噶嘛？火土。火土。
咁佢如果佢忌火土金又唔得噶？咁啊会争啲噶喎，如果忌火土会争，又会争，佢唔好咯，佢会嗱，佢会咧冇咁好咯，但系佢未必好差，但系佢冇乜好处噶，唔应落去度噶。我睇到一个 number， 有人 send 咗出嚟，92200971系咪啊？咁咧呢个系男定女啊？用咗几耐啊？女，用咗起码十年以上应该。十年以上好啦，嗱。嗱，放喺零字咧係變數嚟嘅。嗱，而家即係9220可以變22嘅喎。佢跟前邊嗰個字變嘅喎，因為佢阿 Miba 嚟㗎嘛，變色龍嚟㗎嘛。咁佢咧，即係922，跟住就二呢個後邊嗰個零咧就可以變9，可以變2嘅喎。哦。因為變數嚟㗎嘛，佢跟前邊後邊變㗎，所以佢係冇自己㗎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就922222971啦，變咗其實嗰個。变数是啊，我写出嚟先吓，922222，跟住971，嗯，971，系啦，会变咗咁样嘅，哦，咁所以好多二咯，嗯，咁呢个男仔用紧啦吓，咁咧就女仔用嘅，女仔嘅，女仔用系未结婚啊？嗯，冇老公嗰个，系咯，冇咯。或者根本嫁唔出咯，就二多咯。系有等于冇啊，应该系。系啦，冇错啊，有等于冇乜二啊，二孤寡啊嘛，走咗唔理佢啊嘛，咪孤寡咪叫咪叫孤寡咧？点解？哦。疏咯，咁就系有噶啦。咁嗰个九一有咩关系咧？后尾嗱九一咧，嗱个一同个九咧唔系喺埋一齐咧，佢就未必认噶。嗯。就变咗七一噶啫。变咗七一。因为两组两组升嘛，因为嗱七一组、二九一组、二二一组，跟住九二一组咁噶嘛。嗯，首先嚟讲咧，你要同侧边嗰个字发生关系先，然后咧七一就发生，除非一九摆埋一齐，咁就有关系。我摆埋一齐就有关系。系，如果唔系咧，只系七一嘅啫。嗯，咁所以呢个人咧，婚姻一定有问题嘅，同埋呢个人好固执噶，好顽固噶，佢唔听人讲噶。嗯，因为火山土好多个土啊，土系主咩？顽固啊，嗯，啊，好顽固，好唔，即系你同佢讲，佢唔信你话，唔听你讲嘢噶，嗯，所以系比较顽固，因为太多火土啊，火炎土燥啊，变咗系，嗯，所以形成咗有咁嘅情况，嗯，啊，佢系咪咁啊？都系嘅，系咪啊？就系咁咯，嗱，我唔识佢噶，系咪啊？系啊。我就讲到佢啲嘢喎，但系佢而家有啲官司嘅喎，其实喺咩度啊？官司啊，等下先吓。哦，系、哦，佢今年有官司喎、哦。点睇得到咧？呢、這个咧要配合流年嘅飞星嘅。你哋而家第一堂，我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如果隔个位系冇关系，一定要黐埋先会有效果。原则上系，除非嗰个位又牵涉到你自己摆咗落去，譬如一，因为你自己个位有两个噶嘛，头先咪讲咗。頭先你睇個碌士嗰度咧，嗱呢度有個命字同個子字，呢個係你個位，你個位嚟嘅。譬如假設呢個命字側邊有個一字，咁但係咧，唔係你自己命字啊。譬如假設你個命字係有個一字，18778689係咪啊？呢個係男定女嚟噶？呢個號碼嘅人男啊，男用咗幾耐啊？用咗三個月到啦。三個月。哦，基本上呢个号码系吉好号码嚟嘅，可唔可以讲佢之前嗰个号码？因为三个月未必应嘅啲嘢。佢之前个号码系42972333。你可唔可以打埋出嚟啊？哦，好。俾其他嗰啲同学睇下。系佢而家个号码咧，佢唔系由87又78，之后又86又68咩？即系全部好似重复又重复喎。系啊系啊系啊。嗱、啊，佢讲佢之前个号码先啦。42972332系咪全部都系332官非数是非数？所以佢之前呢个电话用咗几耐啊？用咗可能都成20年啊！哇，咁啊，肯定多是非拗撬啦。但系佢本身份工系做销售嘅喎，咁又哦，咁可能就应落去啲工作度揽就应落啲工作度啊，所以佢嗰个工作就要处理问题啊，处理是非口舌啦，咁咧就唔系太惊嘅。咁即系佢个工作性质咧。唔即系唔系太惊啊，所以佢呢啲就唔怕嘅，吓、啊，只不过系不过都系多拗撬嘅。如果佢工作冇同冇拗撬，应翻落自己度嘅。但系咧，佢系咩月份出世啊？请问？
农历五月，新历五月即系农历四月都系属火啦，所以嚟讲佢都系火旺嘅，所以佢个八字，因为呢个电话号码呢边有个三字咧，都比较上木生火太旺咗少少，所以咧都会比较上唔系太好咯，所以呢个电话号码都系容易破财嘅。嗯，咁佢而家呢个电话生小朋友睇唔睇到啫？呢个电话好啲，而家起码嗱后边嗰四个字系八六八九啊嘛。咁前面嗰四前面嗰幾個字咧，唔係唔緊要，冇咁嚴重嘅，所以咧呢、這個咧會好啲噶。呢、這個而家改三月之後，應該佢慢慢運程會好啲噶啦，已經就八六八九啊。但係佢有個七字喺上邊，就七七啊。嗱咁嚟講咧，就係六立六八六八九前面有兩個七咧。咁其實佢呢份工咧。都是找到錢，不過幾辛苦下的，蝕兩邊，土生金蝕了兩邊，又蝕了七，又蝕了六、啊、所以他變了會，他即是 要付出很多東西，即是 要很辛苦下的這個電話，但幸好他都是叫做找到錢的，因為、啊、這個字是八，這個字是九，所以這兩個位置都是他那個、個重要位置來的，自己的位置來的，有八有九，那 OK， 怎樣都好過現在以前那個的。但不會怕有婚外情那些，因為有八七、有七八，婚外情都 有分直接和間接的。是啊，如果這個七字改了六字就是了。哦。嗱，一八七七，如果一八七六就是了。是不是這個夫妻宮啊？這裡要是夫妻宮啊？是不是是兩個六字啊？變了，如果但是這個是七字，不是直接的，所以說。哦。間接的。那如果那個夫妻宮他兩個 number 是同一個 number， 那些人是不是會比較和氣一點呢？会比较咩啊？咩咩气和气，即系同声同气，好似朋友咁咯。哦，即系如朋友咯，啊，好似朋友咁咯。好，唔该晒阿 Sir。有冇人有问题？哇，呢两个喎，九六一一零零七三一。哇，呢个五五零九三六零零。哇，男定女啊？呢个女嘅，两个都系女啊？唔系，两个都系女，一个系之前用，一个就系而家用紧嘅。六字头就系之前嘅。哦，然后就系而家五字，而家仲用五年嘅呢个电话，五零九个，用五年咁耐啊？系喎，呢个电话应该唔得系嘛？咁冇喎，三六喎，呢个成日结咗婚啦，嗌交喎呢个，嗯，三六啊，望唔望到啊？金木交战啊？金木都有呢咁嘅情况，都有呢咁嘅情况。系啊，因为六克个三啊，金克木啊，六系属金噶嘛，因为系三系属木噶嘛、嗯，虽然佢唔系合十啊，但系金木交战都唔好噶，所以咧呢个。同埋佢零零係等於六六噶嘛，係咪啊？係咪三六六六啊嘛？點變咗？咁所以好多個金黑落去，咁所以佢個另一半都係好大男人主義㗎，應該係嗯黑落去嚇。咁、啊、所以嚟講呢個電話號碼唔好，要改。咁如果之前嗰個六一一零零七三一咧，六一一一七三一變咗六一一一一係好多零零變一一啊嘛。係係係六一一一一七三一如果兩個比啊，我覺得之前個好啲啲咁多喎。嗯，因為咧，起碼佢冇俾人嚇先、嗯。因為金生水啊嘛，有男仔追你啊，呢個係夫妻宮啊嘛，夫妻宮生你喎、啊，咪即係有人追你啦、啊。嗯呢、這個反而冇喎、啊，改咗電話號碼仲衰咗咯，所以。即係呢個電話反而就係真係唔得要改咯，嚇。係啊，係啊，唔、嗯、好啊，嚇、啊、呢、這個要一定要改。同埋嚟講咧，就佢工作係咪都要靠把口做嘢㗎？都要靠口噶，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因为金生水七系代表对卦，对卦系代表口才啊，口才，所以佢靠把口做嘢。但系佢个五字头嗰个电话用咗之后就其实即系都好难揾到份正职噶。系啊，要改噶，唔系咧，真系行衰运噶。成佢咪变咗五五九咯，变咗。但系佢又唔系冇嘢做噶，佢好专业噶份工。做边行噶？做设计啊。设计啊？哦。系啊。都好出名噶，好在我讲头先我打咗个出嚟啦。咁呢、這个呢、這个点啊？嗱、啊，老师系讲，老师老师，我系马来西亚嘅，我电话号码嗰个八个字，系你打出嚟睇下。好啊。哦，九二八，哦唔系，零一系咪零一嗰个？零一二七九八九零零零二啊，一啊啱，三四十年，七八九十个字啊，嗬，
连公司公司电话嚟嘅啊，公司电话诶，咁、哎、你公司电话系应公司嘅啫，你自己私系咪要成日用呢个电话噶？我成日一个私人一个公司啊，两个都用啊。两咁边个用多啲啊？暂时呢个用多啲啊。暂时呢个用多啲啊？呢、這个电话诶、我私人电话系用咗19年。春天、夏天、秋天。秋天啊，八月初一好似。八月初一即系秋天啦、啊，所以你秋天出世用个三字就不忌咯，所以你呢个字好唔会太差咯。嗱，除咗你个出身系秋天出世用三字唔惊，其他都惊噶。或者你系啦，如果秋天出世呢、這个我克为财，反而系财天唔怕嘅。点样？点样？因为我两个都攞字一齐。如果你系边个好啊？睇下先吓。啊，冇。咪咯，零系嗰个下属位啫嘛，仔女工、子女工唔关你事啊。嗯。公司嘅子女工咪即系下属咯，所以你咪零咗咯，所以你冇下属嘅。第一，两个零字喺下属位。第二，你其实你个位系九数嚟噶，即系后边数上第四个字系咪九字啊？九系咪而家当运啊？不过你用我呢个电话好 OK 嘅，搵到钱嘅你都。打工咯。打工都打工得嚟都 OK 啦，系咪？起码都。先 OK 啦。啊，即系起码唔会失业咯。是不是啱，系咯，你起码冇事咯，因为你九系当行紧运嘅，八见九添，重要，同埋你帮到你上司噶、哦，系啊系啊，系啊，佢几拉你喎，几中意你噶、哦，九见八、哦，你生佢、哦，火生土、哦，嗯，啊 ，OK 喎、哦，嗯，呢、這个电话号码就系、是，你系咪未结婚噶？结咗咯，我结咗。咁、朋友啊，系咯，朋友啊，零零啊嘛，咪九九咯，系咪即系好似朋友咁咯？零变九啊嘛，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变咗九九九九九九二啊嘛，变咗系，所以你个比劫啊，即系变咗朋友嚟咯，零咯，啊咁样咯，零数啊，唔使睇嗰个三一一八咩？三一一，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我两个都用，两个都两个都用，有两个灵动力噶，会两个都影响你噶。哦，如果你三一八咧，如果你用三一八嗰个咧，就感情好啲；如果九零零二嗰个咧，就感情差啲。嗯，咁所以如果你屋企用咧，就三一八就冇问题；喺公司用咧，就九零零二又冇问题，就唔好拎翻屋企用。老师，我想问下，头先嗰个五五零九咧，如果佢用呢个六三六四八一七四咧，系咪会比呢个更加好咧？其实？六三六四八一七四，睇下先五五零九啊！哦，呢个啊，咩九二八七九七九唔系喎，五零九呢个系啦。好啲，睇下先。女仔嚟噶，三四好啲，好啲，起码八字啊，大佬。系啊，咁啊冇黑噶，好啲。系咪六三六四八一七四？系咪呢个啊？你讲紧系冇错系。啊，呢个好啲，呢个咧有冇细路仔啊？佢？而家有噶，哦有细路仔就唔怕啦，不过百厌啲啫，冇事。呢、這个起码好啲，一土黑水黑翻转头先嘛，起码。即系事业都 OK 嘅。OK， 八字好啲，好啲啦，起码好过头先嗰个，起码唔会俾人虾先啦。但系会唔会睇翻佢诶属于诶出身咩月份嚟嘅？啊，佢咩月份啊？哦，即系呼吸系度有事，但系感情运点咧？如果用呢个 number， 感情运好啲，嗯，起码好啲啦，好过头先嗰个，唔会俾人虾啦。哦，即系会被人恰嘅一个，系啊，系啊，咦，仲有一个我见到九六五六八九八一啊，搞埋呢个啊，收工啦，又够钟啦，九六五六八九八一，呢个系男定女啊？女啊，女啊，老 OK 喎，呢个电话都唔差喎，用咗几耐啊？哇，我之前个号码嚟嘅，都唔错喎，你咁而家。你而家号码咧？依家麻麻地，我睇到依家喎。阿 Sir， 你睇漏咗九二八七九七五九啊？系咩？九二八七九七？呢个我反而麻麻地喎，好似系睇对你嗰啲数，唔好喎、啊。等阵我答埋啦吓。哎，七三得啦。哇，呢、這个唔掂啊！我啱答你，放心。七三唔掂啊！改 number， 你话成日嗌交啊？系咪改 number 成日同老公嗌交啊？冇老公嗌交啊！冇啊，根本冇啊，或者冇咯，系啱咯，或者根本就冇咯，仲衰咗添啊！你快啲改翻之前嗰、那个，
我会研究一下嘅咩？系啊，你而家中改咗之后，成日同另一半有问题啊，即系拍拖都好掟煲嘅，会唔得？好啦，讲翻头先个92、92、87、97、59啊，呢个咧就系睇下先，九七，咦？你用咗几耐啊？阿 boy， 10年，男仔用嘅。好啦，啊男仔呢、這个真系有桃花喎、啊，呢、這个好多桃花、啊，好多桃花添啊！系咪啊？你系咪佢咪佢咪佢咪有桃花？屋企人嚟嘅，唔知啊。吓、啊，唔知啊。即系好多朋友咯，咩朋友都倾得埋咯。系，佢系咪成日好 wet 噶？个样好 wet 嘅，私底下都冇好 wet 嘅。私底下冇 wet 啊？嗱，即系咁，呢个电话号码基本上佢自己行紧运噶，不过咧佢咧就一脚踏两船啦，望唔到啊，两个七仔啊。即系依家一脚踏两船啊？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咧，同埋嚟讲咧，就佢咧就虽然有个九字，但系佢就有啲麻烦嘢嘅，就系健康或者系事业啲唔顺利噶，系咪咁啊？系啊，健康咯，成日周围行咯，成身。系啊，有佢五王黐住个九啊，望到。呢、这个狗咪佢自己，即系五狗系咪啊？系啊，因为个狗系佢自己啊嘛，第四个位系佢自己啊嘛，佢黐咗五黄啊嘛，咪病咯，咪成日病咯，健康咪冇咯，系咪下身之病啊？唔系喎，成个成身咯，同埋块面都好痕咯，成日都背脊嗰啲，即系皮肤病啦，成个八字咁火炎土燥，一个啲水都冇，叫佢睇下个 number。咁佢啲小朋友系咪好曳啊？多问题啊，多病痛啊，咁咯，唔好噶。OK。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好唔好？下次再继续，好唔好？好，拜拜。